其实你太得意，都是范云一手造成的。我已经准备向范云提出离婚。太晚了，汉云。如果你想爱他，你就不会放弃我。我不是放弃，我是放手。我会用时间证明，这一次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。今晚8点，整片综合台《幸福爱人》。